Very good. OK. 这个是在常温常压下是什么态？就是液态。那这个呢？再看一个东西，哦，你们家是用天然瓦斯还是桶装瓦斯？桶装。桶装瓦斯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什么？甲烷。甲烷是天然瓦斯，很好，起码你蒙对一半。丁烷。主要是丙烷，有部分丁烷，也算也跟他说了啊。桶装瓦斯，请问里面是液态还是气态？液态，很好。那请问你烧的时候，你放出来，请问是液态还是气态？气态。所以原则上，桶装瓦斯因为它有加压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说它变成液态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只要是在常温常压下面，请问它是什么？气态还是液态？气态。那如果说是丙烷的话，它是 C3H8， 对不对？嗯，是不是？对。请问这分子量是多少？十二，36加八，多少？44。请你注意这两个数字，这是18，这个是44，结果呢，这是气，这是液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44，已经是它的分子量的一倍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水在常温常压下面是液态，但是丙烷在常温常压下面是气态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它中间产生的这个氢键的问题，就是它们有共同的一个牵引力，把大家绑得死死的。江蕙唱江蕙的歌的话叫“砍丢丢”，对不对？砍掉掉，我不太会讲。应该是我们最会的。哦，就是把大家都抓得紧紧的，所以说。它在常温常压下面是液态，它在常温常压下面是气态，了解这意思吗？氢键最主要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果。另外一个是极性，为什么讲极性这件事情对于水特别重要呢？因为这个水是因为说它这边会产生的这样一个电子的牵引力，所以说它会产生一个这样一个不平均的现象。所谓极性，就是它电子的分布不太平均，会变成说有一个地方呢电子出现几率比较多，有一个地方电子出现的几率比较少，这样讲没错。我不知道你们老师是不是这样讲，不记得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会有极性。那像那个二氧化碳，那这边跟这边就是平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二氧化碳它就没有极性。那水的极性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说只要是一个极性的东西都很容易溶解在水里面，那不是极性的东西，特别是有机化合物，很多东西它是没有极性的，那这种东西就很难溶解在水里面。所以当我们讲水溶液的时候，讲到极性一定是跟极性的东西在一起，反之非极性
跟没有实性的东西在一起。所以当我们开始讲水溶液的时候，一定要先复习有关于氢键以及极性这两件事情，因为氢键牵扯到它的熔点，牵扯到它的沸点，极性牵扯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它对于某一些化合物它可以溶解，某一些化合物它没有办法溶解，就溶解的状况。因为我们讲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讲的是水溶液，了解这意思吗？好，下面讲的是水溶液的性质，请你注意，这边有水溶液的一个定义，讲到液体的混合，下面有句话，你可以把它标起来。也就是说，当物质溶在一个介质中间，形成均相混合物。这边特别强调的是均相。为什么强调均相？也就是说，你一个东西溶在水里面，绝对是非常平均的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买过像那个什么珍珠奶茶那个东西？嗯，有。那请问，你去买珍珠奶茶的时候，你是要多糖还是半糖？我都是正常。还正常。正常。OK， 好，那你买了一杯珍珠奶茶，原则上珍珠都沉在下面，对不对？原则上珍珠不会浮在上面，那不是汤圆，是不是？珍珠都在下面。好，请问啊，我请注意我的问题，下面的奶茶比较甜，还是上面的奶茶比较甜？下面。为什么？因为糖在下面。对，放久了它就会沉淀，因为珍珠比较甜，感觉就比较甜。我告诉你，当他帮你调好一杯珍珠奶茶的时候，它一定是一样甜。可是珍珠比较甜。所以说你把珍珠捞掉的话，整杯奶茶绝对是一样甜，因为它的糖已经全部溶解在那个奶茶里面，它形成一个均相，也就是说各个部位，不管你吸下面也好，吸上面也好，都一样甜，不会说啊，除非是什么样，过饱和也一样甜的，过饱和也是一样的，是非还是吸到糖？哎，对，看到吧，那个公主生态来，他把那糖加进去了，摇都不摇，然后呢，他就把那个珍珠酱加进去，然后就给你了，对不对？可不可能这样子？可能，那是因为他懒，没有按照要求去做，对不对？照理说他应该这样子摇一摇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这边有两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就是均相的混合。所谓的均相，就是在这个溶液里面，在这个溶液液体里面，每一个点它的浓度通通一样，就好像是这个东西。哦，这不是，不知道是什么。那是葡萄酒。哦，葡萄酒，都已经变成果冻了。好，那这种物质。
值呢是称为容值，然后把容值分散的介值称为容积。所以说容积是什么呢？是一个介值。那什么叫容值呢？就溶解在这介质中间的物质叫做容值。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三个名词？因为就牵扯到以后我们在表达上面，当我们讲容易、容值、容积的时候，各位可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，了解这意思吗？嗯。好。另外是讲到有关于离子化合物的溶解，这边有关于离子化合物的溶解。只是告诉你一个现象，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好比说你把盐加在水里面，那你搅一搅搅一搅搅一搅，盐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国中的时候读过说，哦，盐是电解质，所以说它在水里面呢马上就可以解离，解离成钠离子跟氯离子，对不对？那问题就在这里，氯化钠这个东西，氯化钠这个东西，它的熔点。多少度？你说不知道，这是正确答案。它的熔点是801°C， 也就是说，你把你家的盐巴放在锅子里面，原则上你要加热加到801°C， 它才会变成液态。那801°C， 你家的锅子原则上都已经烧穿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铁大概都是700多度就已经融掉了。对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，如果说你在室温的状况下面，我们讲室温的话是25°C。在室温的状况下面，你把盐加到水里面，它很快的就溶掉了。这边就牵扯到一点，这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熔点，它因为是离子间接的关系，离子间是所有间接里面最强的。是因为有离子键的关系，既然它有这么强的键接，那它在水里面怎么一下子就被溶掉了呢？这边就牵扯到一点，蓝色的部分代表是蜡，红色的部分代表是氯。它是一个正四方体的一个结构，这是氯化钠的标准结晶格。那在这种状况下面，
当有一个水出现的时候，当有一个水出现的时候，这个氯就会先跟这个氢产生作用，然后氧呢会去抓这个钠的部分，在这种状况下面，很多的水就把这个结晶格整个的拉扯到最后一种状况，就是钠被一堆的水所包围，然后氯也是被一堆的水给包围。在这种状况下面，即使离子键非常非常的强，但是它在水里面会被这些力量把它整个拉扯开来，使得这个离子键完全的破坏。在这种状况下面，它就产生了所谓溶解的状况。所以在你们的书上会有那个图，那个图只是告诉你说有哪些东西，好比说氧它会跟钠在一起，然后呢氢会跟氯在一起，在这种状况下面，它就把整个的结晶格整个的拉扯开。所以它有801度C 的熔点，但是它却很容易溶解在水里面。之所以会溶解在水里面，就牵扯到两件事情，一个是氢键的问题，一个是极性的问题。了解这意思吗？这一点你说对不起，我实在听不懂。重不重要？不重要。为什么不重要？因为氯化钠可以溶解在水里面比较重要。那至于说它怎么样会溶解在水里面，我个人认为说这是读化学的事，读化学系的人要去了解的事情，而不是说在一般的人里面非要去理解到这样的一个状况。当然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中间是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，使得氯化钠的结晶可以把它被扯开来，变成说钠离子跟氯离子。了解这意思吗？好，有没有东西是没有办法溶解的？很多啊，对不对？多的一塌糊涂。中间最主要的碳酸钙，碳酸钙是各位脚底下所踩的那个磨石子的地板，那里面有很多的大理石，那大理石的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钙。那碳酸钙这个东西在水里面它就没有办法溶解。所以当我们理解到一个东西可以溶跟一个东西不能够溶的时候，就牵扯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些它的离子键，它的结晶格，水的力量可以把它扯开来。当水的力量可以把它扯开来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怎么样？可以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当水的力量没有办法把它扯开来的时候，这种东西呢，不能，这是结论。所以这边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。有这样的一个力量的存在，使得它的结晶格可以被扯开来，或者是说不能被扯开来，如此而已。了解这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当我们看分子化合物的时候，好，这边又牵扯到一件事情了。什么叫做分子化合物？我们刚刚讲的是离子化合物，那这边讲
什么叫做分子化合物？来，替我把分子化合物下个定义。分子化合物的定义。嗯。分子化合物就是一堆分子组合起来的物质。一堆分子。啊，两个以上。两个分子。两种以上的分子。两种以上的分子。元素，还是原子？应该分子，对，分子没错，应该是吧。什么键？以什么键结合？原子间。原子。原子之间以什么键结合的叫做分子化合物？氢键。哦，用掉键。哦。Very good。原子间以共价键结合的化合物。称为分子化合物 ，OK， 好，好，什么叫共价键？共振键，共振键，非常好。电子共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水。这个就叫做共价键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们电子共用，是不是 ？OK， 很好，好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水如果说可以溶解一个分子化合物的话，这个分子化合物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，这个分子化合物。一定是极性化合物。如果说这个分子化合物是非极性的，什么叫做非极性呢？它非常非常对称。一个东西哈，只要是非常对称，这个东西就没极性，这很容易判断，对不对？好比说。这叫做丁正丁烷，这是气体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讲的丙烷、丁烷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东西，请问够不够对称？对称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东西，即使是气体，它绝对没有办法溶解在水里，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极性的。下课时候告诉你。哦，因为今天好像没有发，没有中国的东西，刚有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呢？你看，我们刚刚讲了酒精，好，这个酒精呢？这边就会牵扯到一个变化，对不对？这边跟这边就完完全全不对称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样的状况下面就一定有极性，就一定有极性。所谓极性，我再讲一次，就是电子它出现的几率不太一样，有一边呢会比较多，电子比较多的时候，请问是带正还是带负？像这个话，这边电子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所以
这样写。哦，然后呢，这边电子就出现的几率比较少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带正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样的话，有正有负，它就变成有极性。什么叫极？南极、北极那个极，就是那个意思。这个东西呢，你看，大家都对称的不得了，这边跟这边对，那边跟这边对，对来对去，全部对光的，对不对？对光以后呢，电子全部都出现的平均几率都一样。既然出现的几率一样，那就没有所谓的正负，对不对？既然没有所谓的正负，就没有极性。了解这意思吗？所以分子化合物只要是有极性的，就一定可溶于水。OK， 所以他在这边讲了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请各位注意哈，这是盐酸，这是硫酸，这是硝酸，这是草酸，这是磷酸，这些通通叫做分子化合物，请你注意，这些通通叫做分子化合物。你说，哎，这些不是都是可以溶解在水里面吗？溶解归溶解哈，但是它还是分子化合物，它不是离子化合物。啊，这一点很容易搞错，很容易搞错。啊，这些酸。碱呢？对不起，是离子化合物。这个叫做离子化合物。但是呢，这些酸、纯酸都叫做分子化合物。那这分子化合物的话，氯化氢溶解在水里面就叫做盐酸，对不对？那盐酸我们知道它是强酸，什么叫做强酸？你所理解的，果中所理解到的，什么叫强酸？除了腐蚀性以外，它的解离程度呢？它的解离程度很大，就叫做强；解离程度很小，就叫做弱。口袋里面没钱，就叫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同样是一杯酸。然后这一杯如果说是醋酸，我倒到水里面去，只有5%可以解离。这边如果说是盐酸、氯化氢，我倒到水里面100%解离。请问100%解离多还是5%解离多？所以说100%就叫做强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5%就叫弱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下面，这边只是告诉你为什么水可以把酸溶解掉，而且在这种状况下面，它的极性会使得这些分子化合物可以溶解在水里面。所以请你今天回去，明天星期五还有课，请你今天回去再把极性跟氢键翻到前面去再看一遍。好，这一本书它的氢键是在286页，这一本书氢键是在286页，极性是在232页跟239页，请你们回去再把这个复习一遍，好，看一遍就好。OK， 啊，因为后面就不再提了，啊，我们后面就不再提了。徐老师，你刚刚讲一下章节，他那个新版的书的章。哦，对对，我
我说这一本啊，一个是十一之二哈，十一之二是讲的是亲见的部分啊，亲见是十一之二，然后即兴的话九之六，对，九之六啊，九之六。等下这边是房都是第九。亲见是十一之二，是特别讲亲见的部分。我们星期五，星期五要讲溶解度、重量百分比，还有体积百分比，要讲这个东西，那这些东西呢，就牵扯到计算。另外呢，体积摩尔浓度，不要摇头，我还想跟你讲这种。这是礼拜五的第二节、第三节我们要讲的内容，就是溶解度，这些都是计算的，这些全是计算。礼拜五见。放心放心，化学不会那么难读啊，真的真的不会那么难读，不会不会不会，真的不会，相信我就没错。哥哥，我觉得是吧，我觉得不是啊，我礼拜五早一点，礼拜五你那天给听我两个字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是预测，我也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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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钱，全部是自筹。啊，太牛了！你把两百七十万啊，出那上见过，对，反正这真的，他们从高一到高三，那个老师更没关系，你爱读不读，然后老师，老师就批他，先把起步都挖到，然后下面呢，我看，大家先不说，等读之后再说啊。好，那我确实没做完的，不是，你去做完的，然后就我觉得没有，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我这话说先签名了，对啊，先签名，我都没签名，这没有结束嘛，我这是上面，毕竟他，对，我在上面是上面的，现在全部大家都签名台上直播啊，哎，然后就是等你要做完这句话，做完之后再签名，我就在签名台上，哎，还是一个，对啊，然后自己走，对啊。闭嘴！那个素菜，如果说你家吃的口味重或者比较咸的话，就加一点点的盐。OK OK。哦，因为我原则上我们炒出来的话都不会那么咸。啊。就是，我不太懂这个素菜是有什么是特别传统，还是说特别的配方，还是就是你们家里面的。也不是说特别的配方，而是说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这样做。哦，这样，这很挺搞干的，很费工。对，那个有人做是这样的，就是那个木耳拿来用，然后那个东西就是切的大块大块的去炒炒。你回去吃你就晓得。是。我切的有多细？这边嘛，我们在年前都会聚在一起吃饭，我啊、表哥啊，我们这边。我看照片。哎，宵夜。结果呢？因为人不多，所以说表哥就把他的阿姨找去，他已经90岁了。啊。90岁，应该算92岁。结果去了啊，他表妹说，哎，妈你尝口，我吃一点，加一点点东西。他的牙口很好，没一颗假牙，90岁厉害。然后吃，他不讲话，然后筷子直接拿起来。是这个，就我最后也给他两个，带回去。我会冻在我家冷冻库里面。我说你别舍不得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吃嘛。我等我女婿从国外回来的时候，哎，我才吃，给他尝尝看，什么叫做什锦蔬菜？我的妈呀！真是。那个，嘉义有卖，但是嘉义卖那个，我书签放在。嘉义卖那个就是切的粗粗的，然后，南门市场也有卖，但是呢，南门市场里面只有5样东西，那我们这是10样东西，然后我稍微。算了一下，那一条的成本，连工带料，100块。连工带料100块，那100块的话，我最少要卖200块，才可能对，200块你要买。
你也不干了，神经病了，谁买了这东西，对不对？跟你讲，这新版本它没有那个后面的有机，有机化学那一张，但是我把那个删了起来，所以到时候如果你删那一张之后，我再印一张就好。好。我放在这边了，我到时候放在这边。这个有机化学太强了。它简单带一下而已啊，对啊。那真的要考试的话，可能他们还要再去另外准备啊。哦。看看到时候是不是要用。就是抠比一些建中的、建中的那个奖学金，那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有机化学做的部分比较全，那时候我给我女儿读。问题说，他们愿不愿意背？他们现在目前来讲，他们现在应该来讲是陈佑跟那个谁。比较是偏自然的，那陈玉还不一定，陈玉还在思考。那子龙是新的学生，我也没有接触过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对，所以可能他要看。嗯，这个临时插进来真的有麻烦。就是这样子啊。我相信对于你们办学校面来讲。我现在的概念是因为化学是两年跑是两年跑是，那所以基本上像他们是高一是还好，就是那个新同学大家实际上是高二，但是他这一年只能半休学，所以他明年要重读高二，所以就视同他在高一，那现在以高一概念说他是高一以上，在别的学校上高一上，那我的概念是，好，你先上，反正你就先听一年，啊，如果不行，我们后年回来上。让好就是好一生，啊，我是让他活动的程度怎么样？好像该问我了。应该是。OK， 我一会儿。好，是啊，慢等。刚有中针，刚有中针，刚有中针。
都有，后两除了一二场以除了第一场以外都有。现在声很大声吗？有，很大声。只是刚这个下重没有，这个上重没有东西。我要播录。因为我们要排你很久。马哥排挤我们。二哥排挤你们。我录了啥？陈阳，你有拿毕业课本吗？没有。没有掉啦。讲废话。竟然忘了停电。